作为一个四川人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甘孜。第一次我只是在康定的小城上唱了一下溜溜的情歌，而这一次我要挑战海拔更高的理塘和稻城亚丁。还好前方有好朋友等着我，无论如何都是一次非常开心的旅程。 Hello， 我是雪曼姐。 Hello， 我是丁真。 Hello， 我是苏。我的胳膊有点短。 Hello， 我要表了一个。来，拜拜。放在后面。我们在大美根。我们现在有没有高原反应？没有，全都特别好。我们除了丁真都没有高原反应。除了我高反，我待在西洋。在稻城亚丁的风景区，刚走上山顶就听到了这首非常熟悉的歌。人生际遇真的是很神奇，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可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在4500米高的海拔听到它呢。或许这也是前世遗落在这儿的一份奇妙的情缘吧。因为高反的原因，我只好提前离队，说起来不免有些遗憾，但是心之所想总能抵达。我相信下一次我会带着巨大的惊喜归来，而且你不会等太久。